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我们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得那属于我们善良的日子。
别让他弄坏了。哎，小心点，小心。这位，他们来了。那个 key 太高了，就是。哎，别说，这小子又来了。哼，哎，真是无聊。搞什么鬼，方志伟？挖角也不是这样挖的，他妈的阴魂不散啊！真是受不了。哎，方志伟，稍微点好不好？请你再考虑考虑，阿亮。你有完没完？我已经拒绝你15次了。不，16次。真的，阿亮，你再考虑考虑，啊？你会后悔的。后悔？阿亮，你会后悔的。哎，哼，方志伟，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你一定会后悔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要跟你单独谈谈。好，你们先回去，我跟他去一下。哎，真的跟他走了？是啊。哎，哼，搞什么鬼？走，哎，走走走。先拿，好。嗯，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一定会后悔啊。我们合在一起会是最好的，否则你就失去最好的机会。让命运来决定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你点子，我要输了立刻就走。你绝对不可能的。方志伟，我求求你不要再啰嗦，我不会参加你的合唱团。我很满意我目前的工作，谢谢你，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免得我们那个矮胖经理又来找我麻烦。不行啊，经理，我不是又找你麻烦，你自己看，你看你搞的什么东西嘛。我有话跟你说，下班以后你在楼下咖啡室等我。方志伟，
恨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谁？卡特。一个天才，一个音乐的天才，就因为你那么一点点微薄的酬劳，就让一个天才活生生的被你凌辱，你未免太放肆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希特勒啊你？方志伟。他是你找来的朋友是吧？啊，他，经理。嗯，好，哼，很好。啊。经理，哎，哎，哎呀，倒霉啊！方志伟，方志伟，干什么？你怎么走了？我为什么不走？你把我老板骂跑了，也把我工作砸了，你就不管了？我怎么管？我要加入你们合唱团！真没意思，开什么玩笑嘛，无聊了。哎割下来给你当球踢，我能把你们弄来，我就不相信我弄不来他。我要试试看，我要试，对，试试看，不可能的，我就是要试试。老爷，小心一点，要是把人咬了怎么办？老爷，谁叫他老来缠着小姐啊？嗯，爸，你又不是没看到，他每天到我们家来，像鬼影子一样。小梅啊，好好跟他说嘛，我看这个小孩还不错，不像是个坏人，就是有点固执。他干嘛一定要你参加他们合唱团呢？我看你唱的也不怎么样嘛。老王，这两条狗看好哦，千万不能放开，那凶死了。欠了他什么似的，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好像还看到他耶。嗨，你，我刚
小梅，话不要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难说的。见你的鬼！哎。
你只是要我加入合唱团，没有别的理由。你真绝。哎，你知不知道？知道什么？我有一点喜欢你。你有点傻气。他们三可能睡了。小五、阿良、老温。嗨。孙小梅。不是真的。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一个跟孙小梅长得一样的女人。哎，你睡我的床，我睡到外面去。嗯。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子不晓得搞什么把戏。哎，我告诉你们，这方志伟啊，一定是个魔术师，他在给我们制造一种幻觉。这怎么可能嘛？嗯嗯。有什么不对？不欢迎我吗？不不。爸，关于方志伟，我要告诉您的是，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第二次见他，觉得他是一个无聊的人。最后我终于爱上他了，他实在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家伙。我突然想跟他们去闯一闯世界，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真的要相信我。您不是说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去体验生活，让我现在开始好吗？这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除了尊重他还能怎么办？他已经成年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看我们只有相信他和为他祈祷。报警呢？哎，我们也年轻过，不要让孩子以为我们一生下来就那么老。吃法早晚吃垮拉倒。嗯，我们还剩多少钱？嗯，你猜。1000多块。1000多块。嗯，苦一点能撑到比赛那天就行了。哎，万一落选呢？你有把握吗？
干什么？哼，你他妈乱不上路的。跳槽可以啊，不过总要把事情摆平了是吧？不然人家还当我们是一群稀里糊涂没个性的蠢蛋，传出去对你也不见得好听啊。没什么好不好听啊，反正理由我都跟你们说过了，我是输掉的，你们爱信不信嘛。鬼话，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子？哼，你真会说，马上要比赛了，你输掉自己反而跟我们作对，老子今天把你赢回来，死的也要打。打啊！住手！干什么？有什么事找我？好得很，输一个活的，赢两个死的。打打！哎呀，打！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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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一辈子打不了鼓。方志伟乱狠的，像疯狗一样。妈的，真是亡命之徒！哎哎，武德不成来文的，不怕弄不垮他。对，走走走。哎呦！哎，老温啊，乐观一点，不要那么难过嘛。乐观个屁！我妈都快饿死了。从你这儿买回去只有四个月，打七折，帮个忙，我有急用。这你也不划算，我也不划算。好吧，那我留下了。哎，哎，志伟，志伟，哎哎啊，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先回去啊，我还有事。哎，好，伯母再见了。再多坐一会儿嘛，这么多我哪儿用得完呢？慢慢用嘛。哎呀，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他要是忙的话晚一点拿回来也没关系，还要麻烦你跑一趟，怎么好意思呢？没什么，我们是好朋友，请留步，我走了。谢谢你啊。再见。再见。美不美？美，真美。他治着好不好？谁啊？阿丽。我也不知道，有点不太爱理人。不过人家都说他气质很好，志伟最欣赏他这一点了。哎，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他让你搬你就搬，你他妈就是跟屁虫，你就跟定他一辈子了。他让你死你就去死。跟屁虫怎么样？跟屁虫又怎么样嘛？我就是跟屁虫，我他妈的倒霉透顶了。我不搬他发我脾气，我搬了你们又骂我，你为什么不问清楚？我。怎么回事？音响呢？卖了。为什么？需要钱用。钱呢？还搞个屁呀！散了算了，没有音响以后跟什么练？莫名其妙，自作主张。你他妈把我们找来开玩笑是吧？问题是你把钱弄哪去了？现在一切都是大家的，你有什么理由私自卖东西？你说啊！小梅怎么了？怎么了吗？我不得不卖音响。我只希望我不是一个替身和填补。小梅，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总觉得你忘不了阿丽 和你们的过去。有许多事情不是那么轻易能忘得了的，像一块疤痕，伤得太重。那你还想念他？你太年轻才会这样说，你不知道人活着会发生多少事情。我曾经以为我注定要完了，可是当我看到你，我就又活过来了。是你让我又欢腾起来，是你让我又活过来。即使我想念他，也是一刹那间的事。小妹，你总不希望我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家伙。我怎么爱你，宝贝你，你难道一点不觉得？Thank you.
瞧我，你的吉他呢？送到姥姥家去了。拿，把这拿去，卖了，够我们吃好几天的。把吉他收回来。嗯。看什么？妈的！你们刚才吃东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钱从哪来的？你们以为我变出来的？哼！你看多糟。傻子。等赚了钱，我一定送你一条更好的。艰难困苦恨我在前方，不再彷徨，不再迷惘，不再随波飘荡，再度努力奋斗，挺起胸膛。你我就好像浮萍一模样，漂浮在茫茫的水面上。假如你愿意，我永远陪伴你身旁，幸福将永远属于我们。我永远不能忘，前程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面对着影响我们温暖的阳光，我们决心变得分外的坚强。你我就好像浮萍一模样，漂浮在茫茫的水面上。假如你愿意，我永远陪伴你身旁，幸福将永远属于我们俩。对，我们构成威胁只有5-6块，其他的食团呢根本不够看。我有信心。哎，多少奖金啊？10万块。哇，还有半年的驻唱合同，以及到东南亚巡回演唱的全部经费。哎，哇，那我们就发财了。何止发财，简直是名利双收。老天保佑，我们还不赶快去练啊。My house is down and my brother's cold. You had me round, baby. With Gene and John and that who knows who. I'm getting tired of waiting and fooling around. You got somebody to fool me. I feel like a clown. This can't go on. No, no, you got to change. 下面是闪亮合唱团。哦，哎，加油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When I come home, baby, my
My horse is down and my blood is cold. You had me round, baby. With Gene and John and that who knows who. I'm getting tired of waiting and fooling around. You got somebody to fool me. I feel like a clown. This can't go on.是闪亮合唱团。请青春合唱团出场。经理，这一定是我们经理。经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就是他们。对。为什么要那么对我？我有什么错？我比谁都认真，我比谁都诚恳。为什么要我遭遇到这些？为什么？为什么？
哎，老温呢？啊，老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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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温，老温，老温，这位，这位，老温。真是一点心也没有，一下子给了我这么多钱，叫我往哪儿藏啊？害得我连门都不敢出，整天呐就守着这些个钱，哎呀，累都累死我了。你那个朋友啊还真不错，连水都不肯喝一杯，害得人家大老远跑一趟。哎，这个年头啊，能交到这样的朋友还真不容易啊。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待人家哟。我看我是个注定要失败的人。你不要这样说嘛。上一次也是刚签了合同，我们就准备到野柳去狂欢两天，谁知道路上出了车祸，阿丽大鹏当场死了，将你的手臂也摔断了，只有我是好好的，我真恨不得跟他们去了。有一阵子我根本活不下去，后来我发了狠心，我非再弄个合唱团，我就不信老天又能夺了去。以后日子还长，我们有的是机会，重新再来过吗？小梅，总要想办法活下去是吧？老文也走了，我们这样下去只有越弄越糗，还不如各奔前程，以后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回来。
方志伟，我走了。烦不烦？嗯，哎，算了算了。哎呀，我去跟我姑妈借钱，一定没有问题。她最喜欢我了。不行，万一她拉住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哎，不会的，我知道她。哎，那套股可以分期付款，只要先借4000块就行了。我现在就去。哎，嗯，我不放心。哎呀，傻子，不会有事的了。那我跟你去。好吧。哼，志伟真有办法，每一个人啊都会死心塌地的跟他。他就是有股劲儿，不止让女人着迷啊，连男人都会被他迷上。哎，妈的，欲罢不能。我倒觉得他像磁铁，跟他在一起令人身心愉快，又有被他盛气凌人的气势压迫欺负的感觉。要是离开了他，活得又索然无味，没办法。
小梅。小梅呀、啊，你这孩子，你跑哪儿去了？真是，怎么那么糊涂呢？姑妈，我是来跟你借钱的。我们合唱团的鼓啊，被人家破坏了，我需要4000块钱。哎，没有问题。哎，你怎么不声不响就走了呢？哎，把你妈给急坏了。有什么好急的？我都这么大了。话不是这么说呀，做父母的嘛。那，谢谢姑妈，我会还你的啊。哎呀，别说傻话了，你表妹呀、啊，一直想着你呢，她就在隔壁。我打电话叫他回来啊。喂，哎呀，是我呀，我在家里。哎，是的，哎，我跟你讲啊，小梅在我家里，她现在正在我身边呢，你过来看看她嘛。啊，她很好啊，脸红红的，精神好着呢。素贞在哭，哎呀，有什么好哭的嘛，都是他惯坏的。你放心，我就是拼了命啊，我也要把他留下来。哎、嗯，好好好，哎呀，我知道。嗯，嗯，好。哎，哎，不得了，他又走了。哎，哎，小梅啊，小梅，快走、啊，小梅，姑妈，小梅，谢谢你啊，我走了，我会还钱给你的，再见。你把这些座位啊安排一下。好，你跟我来。是。经理，你必须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你知道我们是被冤枉的，嗯，我们败得不甘心，太不公平了，我们输得不服气啊。好，我晓得，今天晚上的决选只有4个队，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谢谢。好，谢谢。出场啊！谢谢你交代一下。
欢唱。晴空的和风使我清凉，看望着美丽的景色，尽情多开朗。唱，高声唱，唱出人生的新希望。飞翔，飞翔，飞向更高的蓝天上。签订合约啊！哎，真的！哎，快快快！小梅，小梅，怎么了？小梅，小梅，出了什么事了？小梅，哎，小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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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出了什么事了？小梅，小梅，小梅，小梅。小梅，小梅，不要离开我，相信我，小梅，出了什么事了？小梅，小梅，我求你，我求你相信我。我求你相信我，小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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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相信我。
要看手术后的结果来说了，我们当然会尽一切的力量。发觉得太晚了。怎么会呢？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孩子我也不认识，是我女儿的朋友。哦，大夫，你尽管用药，一切费用由我们来负责。好。3 9 4 4 4 2 4 9。4 8 4 9。先拿4000块还你姑妈，再还一些杂七杂八欠的账，我们还可以剩下7万多块。哇，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哎，到东南亚去演唱真是太棒了。嗯，志伟早点好，我们还去制装，总不能这样出去。哎，对呀。哎，我们先走了，王经理啊还找我们有事呢。再见。再见。再见了。三位是方志伟的朋友。是的。有什么问题吗？哦，狗咬伤并不严重，不过我们却检查出方志伟他患有肠癌的现象。什么？是不是严重？那要看手术后的情形了。哦，你们不要告诉小梅，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来救治他。哎，怎么了？哎，刚刚他啊，没什么，没什么。肠内长满了瘤，我们不能做切割的手术，只好把它又缝合上。
妹，我好想要一束花，帮我去买好不好？好，选漂亮的。好。志伟，嗯，好不好看？真美。嗯，小美，嗯，相信我吗？最美最迷人的女孩子，我能有你是上天的恩赐，以后你要回家住。嗯，为什么？伯父伯母对我们太好了，我们不能这样伤害他们。回去住，我一定回去找你的。好，你发觉没有，他们好喜欢你。早有你多好，在孤儿院长大，从来不晓得自己的父母是谁。伯父伯母对我好，我常忍不住想抱着他们哭。傻瓜，以后他们会对你更好，我都要嫉妒了。小梅，你真的要相信我，那天你跑走了，我突然不想活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还记得我们喜欢的徐志摩的那首诗吗？嗯，记得。开刀前我突然想把它谱成一首歌，把它送给你。嗯，去拿纸笔来。No.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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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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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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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我想喝果汁，去问医生。医生说现在不能喝果汁，要等你伤完全好了才能喝。哥呢？我好喜欢这首歌，这次出去演唱我一定要每天都唱一次。哎，我发现一件好奇怪的事，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怪怪的，好像什么事要发生一样。什么事呢？他们一定以为你病得很严重，怎么可能呢？志伟，志伟，志伟，沾着露珠。
气也不小。